人？为什么没有人？为什么没有人？哦，有哎、欸，嗨，Hello， 丽丽，你是丽丽吗？你是我之前知道的丽丽吗 ？Hello，Hello 哟 ，Hello 大姐，嗯，哦、oh,，Hi Sparky。现金奖励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不知道。Hello，Hello Sparky，Hello 九蛋，Hello 刺猬男孩，Hello 鱼盼盼。晚安。Hello 天佑，Hello 詹明丽，晚安呐、啊！哦，口红太好了，画面反了。嗯，哦，这个吗？这样吗？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吗？超像电竞，有没有？我今天走一个电竞风，所以涨价，有没有？很有一点 feel。可是啊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这个东西啊，就是我到时候画面在这里，字幕挡到，但是我比较重要，对吧？所以没关系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是，还是这样？这样好，怎么样？觉得呢？食人花，它叫食人花吗？这么惊悚，它哪有那么惊悚？它明明就很可爱，看它的，它有电竞的感觉吗？今天 ，Hello， 对，多了 Mac。我打了算就好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因为这个电脑它太烂了，所以呢，它会延迟。就是我的手机投到这个上面嘛，但是它会延迟个一两秒之类的，所以我有点，而且它很卡，就是它的画面很卡。但是我没办法，就是我如果要给你们看画面的话，我一定得要用它。我们家没有别的电脑可以。Hello， 高雄，最可爱的电竞主，谢谢。Hello， 男朋友你好。Hello， 家树，我今天没有办法，我尽量看。我们现在聊天，我们聊个半个小时再开始玩好了。我们现在几点？33分，现在33分，对。Hello 勇哥 ，Hello 双眼 ，Hello 可乐。等下电竞直播，等下打传说，没有那么专业，不是那么专业。发呆一个半小时。突然离这么远的人，嘿。晚餐吃了晚餐。其实今天不该吃晚餐，但我还是吃了晚餐。没关系。谢谢天佑续费粉丝团 ，Hello Up， 谢谢你的红白应援棒 ，Hello 白兔。哦，我要聊什么去？我要聊我们今天去了宠物展，在世贸的那个宠物展。带 BB 去宠物展，不要打瞌睡好不好？我会吵到让你没有办法打瞌睡。我等等想要看可爱团的有没有空，我们可以一起打，然后我会开语音，应该蛮好笑啊。因为今天用的是旧手机，所以它会出现那个很奇怪的那个官方讯息。
等一下，谢天佑的小浪花，来一杯真奶，没有哦，没有这个东西啊。史努比展，史努比展在哪里啊？哦，谢谢，来认证卡，没有好不好？他是自己会发那个官方的讯息，所以我也没办法，就给他发吧，但是不用紧张。外 BB 买了什么？妈咪帮他买了什么洁牙的什么什么环？不是，一个什么会让狗狗身体比较好之类的东西吧？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反正我都他在买的时候，我一直在看其他的狗狗跟猫咪，很可爱，很多可爱的，还可以领养猫咪。差点想要带一只猫咪回家，但是我妈咪不让我带。谢谢小兰的花枝金锤。今天打扮过什么种？猪猪。色系没有特别去排，但是就刚刚好是这个颜色。今天是什么角度？今天是待会要打电动的角度。Hello 燕子。Hello。今天是难得的旁分侧分，好像是一样的意思，是吧？是蛮难得的吧？这个发型会去收烟的公司吗？明天呢？怎么热？怎么热 ？Hello 底 ，Hello 罗喉，我的笑容有点恐怖，我觉得是这个手机的。它的一个奇怪的颜色哦，对，我刚刚要擦掉我的口红，我的口红太红了。很好，擦不掉。为什么擦不掉？为什么擦不掉？擦不掉，分不清楚，是很宽，什么意思？什么肚子大还是上身大啊？什么东西？哦，新年贺卡，好远，等一下，我的手机好远，看不到。对啊，待会要打电动，像粉红护士是什么概念？角度跟距离很棒耶，很棒吗？这个距离吗？可是你知道吗？拿掉 Mac 之后，我的姿势就是挺丑。天竺鼠在抹，你说我刚刚擦口红那个吗？很像天竺鼠在抹。你是什么天竺鼠车车看太多是不是？哪有像天竺鼠啊？我哪有像天竺鼠？对，待会要打电动。谢谢小兰的真情告白。我要给你们看，我妈妈在她的 Mac 上面贴了我的名字，我不懂，我不理解，我不理解，为什么要贴在这儿呢？哼，还记得是没有，我最近都没有去公司，所以。很少看礼物什么的，但你们的礼物我都有收到哦，有哦，这太大一张，对，这个是运动会吗？不是运动会，吃烧肉，不是节目吧？因为是粉红色的哎。不是，不知道，忘记了。我记得应该啊，那个运动会啦，第一次的运动会，小的那个运动会，什么测体适能那个。谢谢阿凯的小浪花，不要一直用这个很尴尬的官方消息，好不好？传下一代什么意思？传下一代电脑才天明是什么意思？过年前去领，对，我明天会去，明天去看一下啊。Hello 大家，
谢谢阿凯的小浪花 ，Hello 微如，粉红血小板，我今天是粉红血小板 ，Hello 塔瓦哥 ，Hello 小白兔 ，Hello 白饭，前哨站应该吧，应该是粉红色的，所以一定是跟萨库拉有关，可是，对啊，应该是，不然就是吃烧肉，第一次吃烧肉那一次。我也不知道，传给下一代的电脑，不是吧？不是这个概念，我也不知道。噔，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去宠物展，有看到很可爱的松狮，它真的好可爱，好大一只哦。我很好奇它会不会臭。但真的很可爱。你有用心的画兔子，那我的嘞？你没有用心是不是？姚雨玲的泪水，姚雨玲泪水，为什么有泪水？我前哨站有哭吗？啊，有哎、欸，哦哦，嗯，有、哦，我，我也不知道，随便。等一下。就算泪水也不会滴到这个上面吧，吧。还有草莓酱，再养就完蛋不行了。射飞镖的电动是什么概念？射飞镖有电动吗？不是呢，不是射飞镖的电动呢，要打传说的，自己都快忘了。好，不想记住。Hello 米酒，所以没事。哎，我什么时候把花拿下来？都忘了，画一张就来。耶、yeah, ！谢谢阿翔，阿翔棒 ，Love you。造型怎么那么酷？我今天是走一个甜酷风，可以吗？可是我的妆没有达到，今天是一个什么电竞少女这样子的东西，在哪服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看一下。Let me see see， 开个声音，我在哪服？二，是吗？是这样讲吗？嘟嘟嘟嘟嘟，纯洁之翼，我在纯洁之翼，这个是一直以来的服诶，他没有换过，都能碰到，对，都能碰到，真的吗？谢谢佛婷，佛婷棒 ，love you。谢谢你们，有去填握手券的大家都很棒。什么个性风？对，个性风，排名会影响哦，是这样吗？送礼物赔罪，好了，没关系，原谅你，我原谅你，好不好？小辫子，对，我今天是小辫子，什么东西？小辫子怎么听起来有点怪怪？谢谢燕子的 kiss 猪猪 ，Hello 无聊赌徒 ，Hello 阿哲，今天还有什么事啊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。真的不想开学，我也不想开学，虽然好像没有什么差别，但是我也不想开学。但我现在很想直接读大学。69章，怎么还有69章？十连胜后被断就开始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我不是我最近一直遇到很，哦，
真的不知道在干嘛的队友呢。然后就不管是一般场还是排位，我排位已经我钻石原本打到最高就是钻石什么三，然后4颗星，我现在一直掉一直掉星，我已经掉了5颗吧，还是6颗，很生气。然后怎么打都打不好，有点不太开心。太久没画图，真的，我很想看你画的图图，你要不要拍照传给我啊？你已经寄出来，怎么拍照？开学都延后吗？哦，是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的开学有没有延后。I don't know。谢谢柠檬的应援棒。大一有很多早上课程，听说我们不太不知道，听是就是那个学校的老师吗？还是谁说的？说那个课好像不太多，第一堂课，有懂吗？不太多早八吧，是吗？是这样讲吗？找果果看，好吧。Hello，熊熊，谢谢米酒分享直播间。我刚刚前面在讲什么去？忘记了。哦，在讲我遇到的队友，然后还有遇到那，我遇到一个很好笑的，他很幼稚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前面选好自己要的角色之后，我就没再管其他人了。然后呢，因为玩的是一般场，所以我也没有到非常认真。脸变小了吗？谢谢。但是要怎么给你看？你穿小盒子给我。可以好好睡到床，应该吧？希望是真的。好，然后呢，反正我就遇到他，就是那个队友。然后他一进去呢，对他，哇，我真是不理解。他一进去，他就给我挂机。然后我想说，而且他还站在人家打得到他的地方挂机。我想说什么意思？因为我那时候玩射手，然后他选了一个夸克，对。结果他就站在那里给人家打，我想说是怎么了吗？结果，然后我就闪登他，我就问号，然后他就说什么人家跟他抢角色，但是我。因为我就是没有在注意有没有人跟他抢角什么之类的，我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原本想要玩的是什么角色，然后我想说到底是有什么毛病，结果他就后面就整个给我挂机，而且他的挂机不是乖乖站在温泉那边不动，是走出来然后站在人家打得到他的地方然后挂机，所以人家的经济就一直靠打他然后有经济这样，然后我就啊什么意思？就是只是因为有人跟他抢角，然后他就不玩了，是不是幼稚？而且还是一般场，就是我不理解。然后现在一般场不是很多人都练脚嘛？但是虽然我也是用一般场练脚，但是我不会乱打嘛。结果今天还有一个猴子，他在练猴子，然后刚开始他说：“哦，好，我不会玩这只角色。”通常练脚不是应该先去就是那种对电脑的，然后先至少熟悉他的技能之后，才会拿来一般场练脚。我的是这样子，但是呢，我就不懂。祖祖说：“传说打法梅林很冲，艾莉会往后躲，晨晨旁边可以是风格。”啊，我来，啊，我嘞，我是什么？我是什么？我好奇，他说我什么？美玲，他很奇怪，他拿到不能很冲的角色，他会很冲；拿到可以冲的角色，他会躲起来。我有点不太知道，但是因为他是美玲，所以没关系。对，我知道他不会玩，所以没关系。但是跟那些屁孩不一样，练脚没在电脑里，但是还是，可是他就是一进来，然后就说：“哦，我不会玩这只，你们投降吧。”什么意思？可以认真吗？什么意思？
没说过，我们是负责傻眼的观众。对，好久没跟阿丽一起打，有点忘记他是什么了。但是，晨晨会，对，安美玲就没算了啦。我们 carry 他，我跟祖祖比较，也没有比较好，不知道。待会有机会的话，我来跟他们连线看看，然后看他们谁能跟我打，然后你们就会知道我们打传说有多吵。数字们，对，现在很多不太行的。Hello 大家，欢迎来到雨林的直播间，我们待会要来打游戏，嘿嘿嘿，算是比较会玩吧。在我们五个里面算是比较会玩，其他出去就不是了。对，不要听到不雅字就好，不会啊。等一下，应该不会吧？我们来开着群组通话，来看看有谁会加进来。等一下哦。日常已经吵，不用传说这么、不一样，就是那个比那个哒哒哒哒哒的那个还要可怕的那种。雨林和阿丽会吧？什么会什么？会什么？相信雨林不会说脏话，不雅言辞，不会。不会。我很会看场合，好吗？不是啦。凑十人互打啊，好像可以凑到十人。等一下，数一下，我们五个了嘛？差一个人，谁呀？还有谁在玩？不知道，现在不知道还有谁在玩，差两个，不知道。这个卖得很彻底哦，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先进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可以找他们，什么意思？一听就知道谁会这样。嗨，西恩，我说几次，我不是小飞。很好，没有人要理我，没关系。我现在开着群组对话，然后待会可能会突然有人说话，我也不知道，有可能，也有可能没有人理我。Hello Hello， 不是，我在讲什么？我想了一个的，对，我下载了那个 low 的手机版，很难玩呢，也就是我不太理解他的打的那个，他有四个技能，然后呢，他又讲英文，好，讲英文也应该也不是太大的重点，但是我看不懂他的那个技能的那个解释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是。全部都在乱按，制定对战，对啊，可以，对，可以，但还没有试过。你们的群组没有不能播，没有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么的纯洁。谢谢黑流星的告白气球。我们这么把 low 更难玩 ，low 超难玩，而且他的角色长得好可怕。他那个光那个封面的这个人，他长得很可怕欸，不觉得吗？就是他的画风没有像传说这么的友善的那种感觉，但是反正我觉得那个封面的那个人很可怕，那个绿色毛的那个，
技能解释看不懂，也不是说看不懂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我按的时候按那个技能全部都在乱按。而且他的他要回城才能买装备，然后他没有中文字，是不是？是这个概念吗？不知道。不在那个群组里，什么意思？什么东西？什么群组？你说可爱团群组吗？可爱团群组一定有他呀，有他呀，怎么扔吗？怎么？不是要给屁孩哦，所以我应该去练那个游戏，就不会遇到屁孩吗？是这个概念吗？可是听说有传说的人把一些屁孩带到那里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概念。哦，就是因为操作比较难，所以没有什么小孩子会去玩，是吗？你都没玩，跟不上话题。那我来找一个你可以讲的话题。怎么呢？嗯，怎么呢？Hello，船长。Hello，没有人要理我们，我们的群组里面没有人。等一下，叫我妈掉了。Hello，大姐。你在开玩笑，不用太认真。好哦，Hello CP 控，我继续聊，好，谢谢。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等谢谢，你是幻影战士吗？谢谢麒麟之奔腾的圆梦薯片。你带我去钓鱼？你要带我去钓鱼吗？什么概念？突然的要去钓鱼？谢谢 CP 控的封印，Love 比较难一点，Carry 选的。哦，传说比较好找。哦，哇哦，还在接触学习，可以的。你在玩 PS4？我没有玩游戏机，不太知道。脚麻掉了，好痒。Hello 爸爸，Hello 玉茹，谢谢樱桃猫的玫瑰。我们的群主没有爱理我，好伤心。难受，我来看一下。充满掉，什么概念？什么意思？你这几天在玩了？可以，很棒。被鱼钓是怎样？章鱼钓鱼，这、就是一个蛮奇特的。张美玲在干什么？不知道，没有人理我。很好，你胜率还不错，真的吗？脚麻掉会痒，不会吗？我脚麻掉会痒哎、欸，就是整个脚痒痒的。群组里人缘不好，等一下，在我们这只有5个人的群组里，要人缘不好还是蛮难。就是我的朋友们都太忙了，这个就没有办法喽。改动不太，回我的是晨晨呢，脚麻会有点痛，会刺刺，还能收到红包吗？哦，你说过年红包，我以为你要发红包，我想说很远，红包可以收到啊，会不会期待？其实每年都一样，所以差不多。还是有内幕不好说，不是我的朋友都很忙，知道吗？他们很忙哎、欸，很难约、欸。啊，我跟小三美玲，我们两个不是很忙，是很懒。对，就是很懒。不
是，好不好？就处了，有毛？哦，是我的头发。已经没红包了，我还有每一年都是一样，所以就是都差不多。而且其实因为我们家只有婆婆、爷爷跟我妈还有我们，所以要偶尔就是可能哪一年有去碰到，在过年期间去碰到其他亲戚，才有办法多拿一点。啊，我阿姨跟姨丈也会包。但是呢，我的红包不是自己拿呀，是放在妈咪那里。虽然还是我花啦，对，应该通常都是我花的，但是就是没有那个 feel。我有洗脚啦，你们很奇怪。等一下，我要先用这个。我们差不多要来打游戏了，耶！发现你们看到，其实你们看到也没关系，但是呢，好像是不太好。怎么没有？都没事。拜访成员家，拜访成员家没有那么那个吧，没有红包吧？怎么跳掉啊？我刚刚都弄好了，他就给我跳掉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等我哦。确定没漏洗吗？是什么概念？虽然我是章鱼，但是不是这样子的，好吗？那朵花是怎样？是怎样？这样子的。这么快就结出苹果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个功能我也是前两天才学会的。是这样。是呀。怎么没有？为什么没有？什么意思？看了好难过。哦，因为这样没关系，你们待会不会看到的。哎，为什么没有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没有？等我啊！苹果电脑要解释，哈，我就是听不懂，有点冷，真的蛮冷的，对。不行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呢？不要这样子，你这样我很尴尬。我好不容易可以，哦，哇哦，等一下 ，OBS 是什么东西？不是他说用这个就可以用了，然后呢？什么意思？不是现在是这个充电线的问题吗？拜托，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？
是为什么呢？哎呀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这是哪招？我刚刚明明就还可以。不是欧巴桑好不好？你在那边给我乱翻。直播一分钟到此结束，我要疯掉了，我真的要疯掉了。等我一下，出现了一点技术上的问题。Yeah。到底 ，Hello， 有哎、欸，哦，等一下哦，什么意思？你不用打瞌睡，你现在应该也是会打瞌睡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让我用？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应该要……哦哦哦，嗯，哎，怎么样？啊，不让我用吗？你不是设置好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刚刚前面都还可以。你去 Google 了，然后嘞？哦，你可以用传输线。对啊，是这样子没错。可是呢，现在是不是这个线的问题呢，还是怎么样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反正它现在就是这个电没有办法。我如果不用原厂线，可以吗？不用原厂的线，投影模式不是这样子的呢，它要有一个，等一下，手短，它要有一个东西，有充电没有？它因为它没有在充电，这个线可以吗？不知道，试试看。Let me try try。它如果不是原厂的线是可以的。语音开关，准备最好的，我真的准备的很好，而且我前天我就已经测试好这个功能，然后我刚刚也测试了。等一下，是我手机的问题吗？要换手机的，哈，谢喽。只能帮你 Q 哭。真是谢谢你，他在摇什么了？他在擦地毯。为什么？啊，我还是因为我没有连你的蓝牙吗？有啊，不是，没有连蓝牙跟那个好像没有关系。是充电会一直跳掉，可以连，对啊，那为什么现在不行呢？Why？ 他不想让你太顺，可以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吗？烦死了！他的乖乖要嘞，啊，在这个里面呢。哦，哦呀。不是，我刚刚前面试都还可以耶。
给我量好。还以为能用来传输，结果不行，是不是？对，我现在是这样用没错，但是我的手机好像有问题，应该是手机的问题，无法完成操作，它就给我跳掉了，什么意思？嗯，我的蓝牙是连着的吗？那个蓝牙没有。哦，等一下哦，它有在充电嘞。等一下哦，哇，是不是可以了？来来来，是不是可以了？给我出现哦，给我出现哦。啊，又不行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游戏卡带。等一下，它刚刚有在充哎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跟手机没关系哦，跟手机没关系吗？那为什么它不出现？可是因为它现在没有在充电。比完游戏还迟，给我出来！我要疯掉了！放在那边不要动，好。充电线罢工。哎，可是啊，这个东西就是我打开的那个叫影片录制的东西，它有连到手机，可是又好像没有连，你们听懂听不懂？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再一次，等一下，我关掉那个荧幕录制，它就有在重连。换个面重，有啊，我换了呀，传输连。换一条线，会不会成？啊，我真的是边缘人，我是走在边缘的尖端。给我出来哦！你看，你看，他又不出来了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哈喽，马吉二号，手淤青吗？不是哦，这个是今天去宠物展的印章。越是越痛，我好伤心。嗯？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，你可以告诉我有什么问题吗？他不让我用啊。还是因为我在讲电话吗？跟这个没有关系吧？等一下，因为我在讲电话，所以不行啊。Fine，OK，就是，嗯，啊，他干嘛要跳掉？好啊，很好，就是因为我刚刚在讲电话，所以不能用。哦，原来不能边讲电话边用啊。早点讲嘛，讨厌，是我的问题 ，sorry。OK， 我现在要来打游戏了，手机档不是，就是因为我在讲电话，所以不行。早讲嘛，是不是？好了。我们可以开始来玩游戏，等一下。知道为什么要放这个花吗？因为我要遮住我的账号。虽然我有遮好，其实就算看到也没关系的，应该吧。太酷了吧？什么东西太酷了吧？什么东西？怎么了？原来是节目啊，才不是嘞！我也不想这样，好吗？
延迟哦，所以我有点没有办法解决它，因为它就是电脑烂，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。什么早讲？你一直在讲掉它不？哦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。打电动了，不小心跟你通常怎么办？可以啊，没关系啊，又没差。我刚刚做的账号，因为我是登入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账号，反正我遮一下。这里其实没有什么好看的吧，哦，会影响到时候看的。你们很成熟，耶，可以打游戏了。啊，不是这个，等一下哦。他说我的网络不稳嘞，没关系的。开始了，就这样开始了。玩什么？我补位，我要来，好玩一下。我走中路吗？会输还是赢？我觉得会输，因为我这几天真的一直输。我这几天的战绩真是烂到炸掉，知道吗？超烂。又回到一个没有辅助的时刻。来啊，几服说一下，好像听说就算是不同服也会遇到欸。用这个装好。OK。什么？第一场输一张握手券，欸？带个几种？带几种嘛？我都带这个欸。我习惯，不好意思。勉强二补也可以看懂一点，好啊。哎，今天好像没有很延迟哎，这个东西没有很延迟哎。粉红棒战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都随机的，对。你看我有这个绿绿在哪里？这个走开，这个绿绿。但是我这个礼拜真的是打到超烂，那个战绩真的是没有办法看着。三射手虽然有洛克，但我才会输。对，哎，那等一下，我真的是超级低端，就是没有在管观念的，你知道吗？虽然我去恶补了一下观念，但是我的观念还是不太正确，就是不是很专业的那种。所以呢，你们就看看就好。没啦。哦，是这样吗？哦。我们是娱乐场对吧？纯属娱乐。那知名的梦梦来了，啊！吓死人了！哎，组织有爆料，人装很差，等于很累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时候？什么东西？哎，等一下，我的梦梦在那里干嘛啦？有事吗？啊，对不起，不该转。我的队友被抓走了。我很讨厌夸克，因为他很丑，然后呢，他还一直抓人。怎么说回去了？可以呛虾？没有，没有这个。我们，他跑掉了，讨厌。我们来去帮下路好了。好像没有什么好帮，不好意思，不要整，不会。哎呦，他怎么还在？他很厉害呢。他是不是觉得我很弱？蛮弱的。回来，宠物。Hello， 燕子。哎，好好打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有点紧张。第一次打给你们看谁，所以有点紧张。等一下，你们这样好看吗？是不是不太好看？没关系的，算了。我在讲什么？我不知道我在干嘛。我的画质忘记调了，难怪我的角色长那么丑。看我现在的草长得很丑，就是刚刚画质忘记调，我们待会来调一下画质啊。哇，我丢不到他。
有点雷哦。然而你是之后还要玩女人带哦，我习惯带治愈，所以有一点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跑掉了，他跑掉了，过来，算讨厌，不要抓我哦。现在就好，不要紧张，好不好？你们是不是比我还紧张呀？是不是呀？不紧张啊！啊，刚刚那个图轮跑掉了，伤心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啊，我来了，你要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想做什么？我来当一下辅助好了。哒哒哒哒哒，加油加油！什么东西？Hello， 小贤，晚安啦、啊！哎、啊，我的中兵啊，各位，带睡衣好啊！啊，等一下，我没在看，白痴哦！啊，救命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啊，等一下，啊，啊输了，我错了，我刚刚没在看路，在不看路啊，张雨林，为什么不看路呢？我打不好可以跟对方让他看，哎、欸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害羞哎、欸，干嘛扑？谁？怎么了？什么意思？Hello Hello， 不要这样子，等一下，我要看路，我看路好吗？我现在在这里干嘛？我不知道，我的队友在哪？不是，我的对手在哪？清兵。他来了，他来了啊！等一下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哦！啊哈，你被我困到，但是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走开！哎呀，没有血了，烦死！等一下，我是不是应该先清兵，然后再走？我先去帮他吗？妈，等一下，我打不到他呀！啊啊哈！哇，先帮凯撒。哦，好，好，等我补个血儿。啊哈，有点害羞。哎，我刚刚为什么不打他？我也不知道，为什么不打他？我刚刚明明可以打他的，不知道这个。Hello，Hello 大家，抱歉，我现在在打游戏，没有办法一直跟你们说话。哎，哦，他要跑掉，他把他杀掉了，好厉害！打塔打塔，哦，等一下有人呢，他过来了耶，他，喂，为什么没有困住他呀？是不是有点雷？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哦，我刚刚在干嘛？这样看觉得有点很雷，对，我很雷啊，是没错。哎，回来，梦梦，我的小宠物挺可爱的吧？这个造型是体验卡，哎，我这局会赢耶，是不是会赢啊？是不是有可能赢？好像蛮有可能。哎呦，你不要乱勾人呢！没有准，不准，放不准。嘟嘟嘟，我困住他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退退退退退，是不是要退？退退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不要一直追，追什么追？我不会答应你的。等我一下哦，我现在看不到留言。什么东西？这个时候送红包没关系，我现在不抢红包，我认真好不好？我现在很认真打游戏，这样子，耶、yeah, ！塔爆了，塔爆了，塔爆了！什么东西？上面没有看到的留言啊！救命啊！哇，打塔啊！等一
一下，为什么他在打我呀？哎，嗯，我的默默很棒哎。这局遇到的队友好像还好哎，是不是？没有到很强，所以，哦，不是，是对手没有很强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没看路。呜呼！等一下哦，打到你了，我又等一下救你，我救你啊！你吸我干什么？这小变态，小变态啊！等一下，救你！呜呼呼！有点坑，等一下，我要去帮他们吗？帮一下好了。对不起，我抢到头了，对不起。我很抱歉，然后我死掉了，是什么回事？好累哦，不好意思。我抢得到吗？来看一下。哦，抢到嘞！谢孝贤的红包，其实在躺分吧，是。所以我跟你们分享，我遇到很雷的队友，你就知道他有多雷，就是比我还雷，就是挺可怕的。哼，我不是故意抢头的啦，刚刚，但是我这局要赢的，挺好的，对，阵亡了，我想要补个经济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是法师，所以可以吃，对吧？对，好，队友状况不错，对，我也觉得。就觉得队友挺不错的啊！不好意思，打扰了啊！等一下，我救你，我救不了你。梦梦打爆他！呜呼，我被他吸到了！哇，等一下，哇呜，我要死了！好尴尬呀！是队友雷不雷的指标，对，就是被我说雷，一定是超雷这样。虽然我也不是很好，主播唱的不好不能上去啊，有这样子的，当然可以要自己。对，我很少拿一下打中路，大招放不出，为什么放不出？我也不知道，他可恶，为什么放不出？我的队友说他大招放不出 ，why？火箭也不能上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吃冰，冬天就是要吃冰。我要去救他吗？不要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一个雷队友。哈，没有困到，好好笑，尴尬了。我们来吃小野怪。它叫什么猴？芭蕉猴？香蕉猴？是吗？不知道。嗯？你们在笑啥呀？在笑我吗？啊！他在我旁边，他在我后面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打他！不对，太冲了，不好意思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哎，我又不小心抢了一个头。什么出狙魂吗？哎，我跟你们说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还看不懂，就是遇到谁要出什么装，就是辅助我知道遇到谁要出什么装，但是其他的装我不太会。啊，我刚刚是不是应该帮他扛上？对不起，我就这样子叫我的宠物出来了。什么？等一下，刚刚是什么烟火？谢孝贤的烟火。一直在做，不是好不好？就雷呀、啊，我雷爆了，我是，等一下，不要追我，干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撤，哇，好紧张，我是不是应该打完？对不起，没在看，再不看路啊！等一下，哇，雪瑶。雨林是被祖祖带坏，什么？为什么？
为什么是带坏？谢谢孝贤的烟火，谢谢孝贤，阿里嘎多。哎，我就这样死掉了。啊，这个人是在干嘛呀？干嘛吃我们的小野怪？那么可爱。哦，好烂哦，这个战绩。尴尬了。一直认错，不知道，就是不好意思打扰了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，我现在的画质没有调好，所以那个血量显示的是不对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哎，你看他又跑掉，我就是，我讨厌图文，这样子就讨厌人家。我好凶吗？我很凶吗？还好啦。好好好，你给你吃，给你吃。他在发呆是不是？对，他在发呆。啊，我这场好烂哦，好尴尬，好尴尬。打回来了要注意哦。好的，你们很棒哎。啊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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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哦，等一下哦，哇哦哇哦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走开走开，你走开，他快死了，睡了。哦，我的队友已经在打塔，我们完全没有在顾他。我很常见就是打一打，然后就突然就赢，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但。其实是队友一直以来都在打塔，然后我就完全没有在收敛情绪，没有哎、欸，我自己一个人打的时候其实不会那么吵，知道吗？我要旁边有人我才会一直讲话，但是现在因为是直播，所以我应该要一直讲话才是对的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这局打得挺烂，领东西，嗯。结果你们啊，结果你先输了，真的吗？是为了跟你们动手？不是，也不是这个带节奏跟闪现。好，好，我如果下一把再用我来玩凡恩给你们看啊。我如果要抢到射手的话，我凡恩比较厉害，但是我想练卡芬妮，你知道吗？抢到了，抢到射手嘞，水哦！你们想要看我玩大叔还是萝莉？选一个，选一个，快快快！趁我们现在还能选角，快快快 ！Hello， 孙雷，什么夜叉？我不喜欢夜叉，夜叉没有在练，没有在练夜叉。而且夜叉很坏，夜叉会把人家绑在那里，然后。就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刚刚忘记调画质了，我又忘记调了，知道吗？真的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大萝莉吗？什么两个一起 ？ID 小心，没拆呀，没关系，我不会同意的。都已经去了学生，对啊，都要角色。啊，我想想哦，等一下哦，算了，玩一局这个好了。悟空没带制裁啊，就是我只是没有注意状况，这个只是不知道在干嘛这样。哎，我也不懂，很常遇到这样子的。哦，可能是因为我也很雷，所以我很常遇到很雷的队友是吗？哦，原来如此，是我的问题。哎，什么意思？可以给我点面子。我不懂，不理解。对面刀锋也对啊，然后我们还没有打野，酷吧？很好，这局就是看看就好了。我的妈呀！哇，我真的是，对，打他。猴子在干嘛啦？不要发呆啊！不好
好意思，我太凶了。没有，不要发呆哦，知道吗？我要来堵那个法兰，大家要不要过来？你过来呀、啊！为什么不过来呢？真的是，地上卫生纸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们的队友为什么就开战了呢？这么早，这么早就开战，我要来堵那个法兰，怎么样？啊，算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回来，回来。嗯，我们 ，Hey bro， 等一下哦，你在闪现？对，我看到了，我不知道你在干嘛。我们的猴子发言说他在闪现。对啊，我知道，惨了，他也知道惨了，不要跑。嗯，他跑了。这好像管啊，嗯，不太对吧。我打你，我打你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打他！哎呀 ，nice， 乖一点，好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有学过，我有学过是什么？啊，对不起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哇，还好还好，没有死，吓死了。等一下，现在不敢出去呢。哎，你怎么出去了啦？你回来啦。手机壳好好看，谢谢大创买的，39块还是49？我是49块。哇哦，他们在这儿，刀锋在旁边，不要来打我哟。他跑去冲了，好好好，打啦打啦打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队友不要死掉哦，队友。哎呦喂呀！好像打他残血的诱惑啊 ！Oh my god！ 他走开啊！走开！很好，我要死了。你不就死掉了？哎，这是一个死掉的那种配音，就是那个不辅助要给你死的，怕你死掉。哦，是这样吗？但我还是死掉了。好了，不是他的错。哎，他怎么在这？我在不看路啊！啊，好想杀他，杀他！快点，拉兹，拉兹！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回家。啊，我哎，我刚刚为什么不看路啊？呀！在干嘛呀，张林？走路不看路，少一颗人头，讨厌。哦，等一下哦，你不要，算了，不追了。我觉得刀锋要来了，我有点害怕。刀锋刚刚在哪？哎，我要怎么救他呀？救不了他耶！你看，刀锋来了。他来了，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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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空，没有空。你不要跑呀！你啊，你要死掉！啊，差一点点啊，气死我了！要打我嘛？什么东西？你在逛饶河夜市？刚刚前面说了什么？我现在看不到。我还是不要过去好了，对不起。哎，我们的辅助怎么就冲了？他们不行不行，走开！啊，走开！啊，走开！走开！哎，烦死了！我丢黄标哦，是这样子的，我刚刚应该救他的。等一下，压塔上你就死掉。对，哦，不是我，哇，我刚刚在干嘛？可怕！好了，但我们的猴子还是蛮厉害的，是吗？是不是这个概念？算了。
我是一个小雷包，小雷包。嗨，猴子，没有带制裁的大衣。不要帮我。什么东西？铺盖？现在就铺盖？什么意思？什么铺盖？哦，桃花来了，我们。你要去哪里啦？你有什么冲的？哇，你很棒哎，你很酷哇！然后我要死了吗？还没有。对不起，我救不了你。我是一个小挠挠。哇，好厉害耶！我的队友好厉害耶！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打不到他。对，我很会逃，我一直逃啊，我还不是死掉。出事了，阿贝。他的名字蛮好笑的。阿莱，阿莱，好，算了，我不理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哇哇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差一点点，但是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 ，no， 啊，我干嘛不直接走回去？哎，对，这种情况我应该直接走回去还是怎么样？谢谢点续费粉丝团，谢谢妮娜的小浪花。刚刚那种情况我是直接走回来比较快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我刚刚怎么就用了大招呢？等一下，是我今天买的装备。哦，白痴啊，我买错装了。等一下，算了，我不知道怎么用。等一下，完蛋了！哼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来改一下我的厨房，应该改这个，对吧？是吧？是这个吗？这个比较好吧？看到吗？就是不好意思，我刚刚不知道在干嘛。这局差不多要输了。冰斧吗？刚刚那个吗？所以刚刚那个是对的吗？我应该去救他吗？看一下，哦，应该去。我终于杀人了，是的。我妈每次都说我玩传说的时候讲的话很可怕。我终于杀人了。哎呦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冲啊！哇，等一下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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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呜呜，哇哦，我没办法杀他。对不起，没有办法杀他，我没有办法。怎么办啦？没有人要顾塔哦。哎，什么意思？他们没有要？什么意思？那个南瓜头为什么还在外面？他为什么不来帮忙顾塔？什么意思？他不是应该回来吗？还是我的错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看到。不是啊。是我的问题吗？我应该顾他吗？不是吧。好，我换个装，等一下。冰斧是那个蓝色的斧头，对吗？我困住他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错了，错了，错了。什么意思？马洛应该，对吗？对吧？我
不是。等一下。好吧，战绩还是蛮难看。啊，我没有错，好，谢喽。他要爆了，各位。他，好哦，我来了。不要发呆！哇，你发什么呆呀？怎么了啦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应该冲，应该冲，应该冲，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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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帮你打他，我帮你打他。哎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借我个小野怪好吗？谢谢。我的经济真是烂到爆炸，不会有人，拜托不要有人。我看到凡恩的队友都来了，等一下。不用挣扎，泡一下温泉。啊哈，不要的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撤退？你为什么就跟人家打了啦？我不该跟着你。哎，为什么呢？我刚不该跟着他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该投降了？Hello， 马蹄，要输了，输了，各位，各位，我们南瓜头在干嘛？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等一下。是尴尬，我以为我反而会玩的比较好。Sorry， 可是啊，哦，最怕个结婚你对面刀锋太强了，是不是？可是我们的猴子也是蛮厉害，但是他如果像这样子，然后不拿打野刀，有什么差吗？他一样可以打野是这个概念吗？还是会有什么？会有什么差吗？没有差，他就只要顾好他的经济还是一样的吗？还是啊，对，我要调这个。谢谢点的红白应援棒。极致嘛，哼哼，差在效率吧。哦，对哈，哦，好吧，其他应该都差不多了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哦。等我，哎呦，吓死人了！等一下哦，我有遮到吧？有，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哦！等一下哦，你们等我。对，等我一下。右边的看到了，不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我，好好笑，哦，不
情啦。好好笑，是高彦辰啦。但是呢，他不是。张美玲要。等一下，我要再试一次，可不可以？那个吗？外面的猫也叫得太凄惨了。张美玲，嘿，嘿。我在直播，对啊，听得到，听得到啊。嗨，大家。哎，可以了。好，等一下、哦，好好笑。随机构成一对是什么意思？好，我在直播哦，不要乱说话哦。哦，好可怕吧？我会讲，我会讲。我邀你哈，我知道我会。这里的不要给你们看，哎，其实没关系，算了，算了，大家跟你说嗨，嗨，嗨，你们待会看他打，就会突然觉得我还好。你是跟谁聊天啊？跟他们说。对，自己爆雷。奇怪。我很奇怪嘛，你按确认来。对，很奇怪。我有打射手，我要玩卡芬妮。他都玩那个很丑的章鱼。美玲有差吗？都常常在边缘试探。所以没关系，是不是？我来玩个卡芬妮。美玲是新手，对，美玲是新手。我刚刚超雷的，我刚刚很笨嘞。哦。因为，我遇到很厉害的，也没有了，就是蛮雷的。Hello 冠伦，你好，好久没看到传说是吧？来打个。哎，等一下啊！为什么现在又可以边讲电话边看了？是为什么？那刚刚在干嘛？我不理解。不理解。我现在把我们的画面投在电脑上面，所以他们也看得到我们打。卡芬，你有比较厉害吗？没有啊。对啊，真的，他们现在看得到我们打，所以你要好好打，不是？哎，等一下，这个不行吧？是这样子，可以的。因为看不到那个我们的那个名字。对啊。你们不可以来加我们好友啊，知道吗？有美玲衬托 ，yes， 对。不是这样子的啦，可以杀对吗？好的，是对。我要认真，我认真了，好不好？刚好 ABC 哦，真的吗？没在看。哦，紧张哦。哎呦，什么意思？算了，我还是回去啊。哇，很多人在那里耶。我要过去吗？我要过去吗？不用，三个人。我刚刚应该过去吗？啊。你应该要跟君燕一起打，他看起来很厉害。他们都蛮厉害。等一下，加了握手会就被出清，是不会啦，只是就是我也不会答应，但是
打完就跳出去是什么概念？其实我也会玩零零耶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在这儿，嘿哟，我在这儿。等一下，他是不是可以被我打死啊？你过来帮我，张美丽。是呀，有没有这局还好了吧？这局还好了吧？听不到你的声音。你为什么刚哦？你听不到我的声音哦？是哦。听得到，听得到。哎，我这个又比较好一点点，就是一个好的开始。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是吗？怎么样？谢谢。呜呼！我被打到了。有嗅到，有。开心。我要来浪费啊！被断大哇，尴尬，好尴尬！你出来，你出来！哇，我救不了你，不好意思。我救不了你，我很抱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追我。他那个炮是在打谁？走开哟、他好厉害！我之前会玩斯科德哎、但是我现在觉得他长得好丑，所以不玩了。放生美玲，不是我刚刚如果过去的话，我是不是也会死？对，就是这样。等一下，是那个玲玲是不是有点弱吗？不好说。哦，哇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可以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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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打爆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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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爆你！是。那个是谁？我要去帮忙吗？不要。什么章鱼？哎呦，哎呦妈呀！哎呦妈呀！等一下我，等一下我快打完了，不要过来哦。很好。哎呦！我去救你，我去救你，我，好，算了。我怎么可以以貌取人？不是这个问题，就是打游戏就是要用自己喜欢的角色。什么啊？那个麦克斯是电脑吗？他为什么被塔杀死？哦，赞呢。章鱼过来，你过来，对。我们打中间哈，乖。Hello， 黄鱼，你好。没有人吧？应该没有人吧？希望没有人。赶快打卡呀，宝贝呀！你在干嘛呀？我要15G。哦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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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救命啊！我的妈呀！呜！章鱼变大了！啊！不要！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！我救不了你，我救不了你。我怎么就打到你了？这个爬叫猴，我们的塔爆了耶，各位！
哪里的？上面的，爆了，算了。啊耶！开心。哒哒哒。等一下，对，十点了，逃跑是一流，不好意思。哎呦，怎么刚刚给你们看到我的讯息？我的小红书传了讯息给我。哎，我吃我自己家的野怪是对的，好像不太对。哎呦，撞墙了啦，好尴尬、哦。来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，碎！哦，嗯，他是不是有点弱？怎么才52块？把美玲当宠物吗？第一场，不是这样子的吧？有吗？不是啊，因为他会自己跑出去，知道吗？啊！救命啊！我的妈呀！我死掉！这个兽儿是你吗？什么东西？你们队排位最高吗？知道啊。但是呢，我没有办法 carry， 不好意思。什么兽儿是我吗？什么东西？哎，我现在，哦，没事，打游戏好笑，我乱的。等一下，那个冰可不可以去清一下麦克斯？哎，傻眼，我要来打这个小东西。哦，好多人呢、哦，哇，可不可以杀掉他？杀掉他？嗯，啊，等一下，等。对，跑出一个通知，不要理会他。哎，就死掉了，不行啊，我不能再烂下去了，不能再死了。那个斯科德好厉害。张美玲杀人呢、欸！张美玲，你怎么那么安静？ Yeah, 你平常打才没有那么安静， yeah. 你跟我说话哦。我们的台要爆了，然后我还在这里晃，因为我回不去嘛。哎，哦，我对面有围炉，我现在才发现台。你好，初次见面。打不到他，打不到他啊！救命啊！呜，等一下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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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啊！哇！哇！我好棒！哇！我好棒！哦，睡呢，有呢。哦，哦，等一下，他来了，他，我讨厌你，此刻的，我讨厌。I hate you， 美玲要保持气质，她才不是这样子的嘞。拉打会更方便。好，我来出出看。等一下，现在出吗？我现在的妆是破阵，防御这个吗？哦，是吗？是吗？等一下。一说话就会出事，真的。他可能一说话就说了不该说的。张美玲，不要过来！哎，我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我在有事吗？哇，我刚刚的招给我放在不知道在干嘛哎、欸，好尴尬、啊，太尖界了吧？哇哦！好尖界，怎么没出嗜血功？好像是后面的装备哦，不是吗？是吧？是吧？我也不知道，等一
见。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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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后面有出嗜血功，嗜血功好难念。不用带破阵啊，这个装是那个耶，是人家的推荐装。等一下，那个麦克斯很冲耶，我要过去吗？这里有斯科德耶，算了，对不起麦克斯。我放声，你等一下，他在我旁边。No no， 走开。我这边应该是清兵啊，不好意思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好了，我好了，我好了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没办法看那个出习惯的，对，好，没事，没关系，我换了，我已经换了。好，他要死。哎，他怎么还没死？哦，我要先杀这个虫虫，这个小虫虫你死掉。嗯，好，很好，没想到头。哦，很棒呢。卖掉只能卖一半的钱，来不及了，我已经卖了。来不及了。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嗯。我要去吃魔龙吗，各位？等一下，斯科德来了。哦，张美玲在这里，你好。嗯，我打不掉他。等一下，走。嗯，走好了。哦，我杀掉他了，呜、哦！是啦，嗯，那卡芬不是那个卡芬尼，那个玲玲是不是有点不会玩呀？这局蛮顺的，挺不错的，吃起来。啊，谁呀、啊？你是谁呀、啊？你是谁呀、啊？他是谁、啊啊？我是正常。哎、啊，你是祖祖吧？白痴！我就是以为是纯纯。白痴哦！笑死！我是正常。我在直播、哦。我是正常呐。好啦。很好笑。我是正常的，那我应该是祖祖。那应该是祖祖。晚安。海变动了吗？对啊，我们在打，你要跟我们打吗？你们打完了吗？还没呢。你们刚开始打，对，五十四十。哦，你在干嘛呀？哦，等一下，我还没按到。啊！我还没按到嗜血功。快解释了。对，快解释了，我们快要赢了。好，那我等你。好吧。猪猪，你要跟他们说嗨吗？你们要嗨。我在。我想要。你想要什么？那个，玩随机。随机什么？随机单中，就是它只有一条路，中间它就是打架的。哦。我不会玩呢、欸。没关系，就是他在你有的角色里面随便一个你去打。哦，是。要不要玩？不要。啊，那就玩一局。好好笑。好不好？要玩的是取随机单。随机单中是几对几？五对
热舞啊。哦，真的。哦。他就是谁？娱乐性。不好意思，我太冲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是来乱的。Oh my god！ 来首好运来，不要乱点歌，好不好？为什么叫王原子族？哦、oh, ，Hello， 王原子族是吗？还是什么意思？没事。三v三的图案你们可以抢。还是我们要玩三 v 三，各位。别人说对了。我不能玩了，我等一下不能玩。哦，好吧。嗯、好吧。好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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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回塔才能买装备。没有人来救我、哦。塔不会帮你回血你哦，是这样子。是这样子，我不想再碰到那个思科的，我讨厌他。你要给我玩随机单中吗？哎哎哎，你不要害我放空，我怎么又遇到他了 ？Oh my god！ 杀掉，睡啦。还是挺可以的嘛。对，给我玩随机单中。好啊好啊，待会来一局哦。待会随机单中是最后一局，然后我们就要下播，结束今天的直播了。Yes。好。进去，小朋友。赢了，小朋友，听到吗，小朋友们？哎、欸，我们要赢业绩。耶、yeah! ！赢了吗？赢了。很棒。很棒。超棒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第一次看到这样子，我蛮厉害的。嗨，你好，蛮好笑的，耶、yeah! ，好，冲冲冲，哦，张美玲这一局蛮厉害的呢，竹竹竹，张美玲进来。不玩吗？啊，你不要玩哈，对哦。哦哦，那不行。拜拜哟。谢谢谁的礼物？我看一下 ，carry channel 没有 carry， 谢谢米九的掌声鼓励。随机单中，第一次玩随机单中。Hello， 大家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，我是 AKB48 青 TP 的张雨林，我现在在打游戏，我现在在玩传说，跟原子猪一起玩，是不是没有人玩这个模式？怎么那么久？哦，有了，不好不好，这模式很好，哦，真的，哎，西路卡，换英雄。哦、我考啊！不要他，太丑了！哦，不要他，太丑了！啊，没关系，我宝石很多。啊，碎的。你宝石？哎呀，戴之玉他的那个他的温泉不能补血、啊。好。然后出去之后就在出了温泉就没法买装备了。好。哎，我没有用过，我用。随机贴到脚上哦 ，Hello， 谢谢 Jack 的贴春联。我刚刚选到很丑的脚，我刚刚应该玩玩看西路卡吧，没关系，宝石很多。我就宝石来练脚。哦，蛮好玩。好啊，为了好看的用吗？对，我这个不是以貌取人，知道吗？这我只喜欢这个。好，我也是。就是我只玩女角。对，我们都是这样子的。对，而且她长得很漂亮。对。哎、欸，我们都是女角哎、欸。对。很棒哦。哎、欸，可是我们没有坦克哎、欸。嗯，要坦克做什么？就是至少要有一个是。哦，真的吗？那怎么办？你买。你
你买服装好了。好，等下出可以。对，一开始的时候就买服装。好，带个视野好了。好，等一下换个装备。没有用过他的技能呢、欸。走吧。他的技能，你只要一直点那个打击键，然后先买第一格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试一下。哎、欸，我忘记我现在玩的是一下啦，没错。嗯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你回来。我在干嘛？好可怕！小心，小心。哦，嘿。哦。他的一技是能量，哎呦，吃到。你不用收敛，没关系啊啊不啊哦，我按错了啦，我按瞬移干什么啦？他的那个技能的那个位置，让我有点。对，有一个，对对对。这是什么多人混战？很难，很难玩。哇，你回来，你输掉。哦，我买错了，哦。哦哦。Sorry。哦哦哦哦哦，不是我。这是什么、啊？这个哦，哎、欸，这个。哎，我的宠物死掉，哪一个？中将，这第二个的技能。加速啊，走路比较快。就这样而已。啊、对。啊！他怎么在这？他怎么在这？不可以！哎 ，ouch！ 啊，没魔了啊！哇、wow, 哦，怎么办？后面有一个补包。哦，哪里？你去第二个塔，对，去第二个塔。哦，这里。哈，这个补包有点弱的感觉。哇！等一下，我是笨蛋，我是笨蛋，我一定是笨蛋。哈哈哈哈！哎，啊，我刚刚的啊，因为没魔了，哎。啊，我还啊对。好想回去补血，真的没有坦克，但有差，嗯，还是要有一只坦克。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哇哦，我输喽。哎呀，啊，对面很厉害呢。雨林是认错，祖祖是说笨笨，对，这就是我们的奇怪的，不知道在干嘛这样。啊、哦，我好想杀他，我要杀他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啊！宠物乖，加油！宠物加油！他的大技能是什么？他的大技能是大范围的群伤。机关枪的那种感觉。啊！我刚刚宠物没有杀掉他们哦。哇，嗯。哦，有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没有注意形象。杀掉他！杀掉他！很好，很好。啊！太冲了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我会了，我会了技能了。会了吗？很棒哦！哈，没看到人。哎，什么东西？啊！没在看路，我没在看路，对不起。救命啊！哎，我还活着。啊！啊！我开视野干嘛？我干嘛带视野？你要带视野，因为他的草里面如果有敌人的话，你就可以看敌人。好，就他们会躲起来，然后攻击你，然后那个群伤就会痛这样。哦，好，就一下，进，救不了他，救不了了。啊！哦，我杀人了。啊！我好想回城补血哦。快，帮你补。
啊，我死了。哇，其实西路卡玩这个蛮好的耶。所有人都残血，好烦。两个都在尖叫，对。没有惨，知道吗？哦。惨就，那好惨。还是我带那个、啊、群体护盾。别，好吧。对，他打那个超痛，他真的超痛。哇、哦！我困到熊猫 ，Foodpanda。Foodpanda 啊！他打我！你走开！这种要带眉魔的。哦。是这个概念。相当的痛。啊！呀！要打我！我们大家全部人残血，该如何是好？对啊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把古巴吃掉了。Sorry。Oh my god! No！加油，各位！啊！各位啊！你各位啊！我还是喜欢五 v 五。什么？用大招的时候是可以位移的吗？可以吧。杀掉他！可恶！啊！谢谢那个人把我推掉。哈哈哈！啊！要输了是吧？啊谁给我？我怎么杀人了？我什么时候杀的？帮你按赞。啊，我有成功是不是？有，你成功了，杀了一个人。你的耳朵，不好意思。可以的。哎，小心，莉莉安娜，小心啊！我还是喜欢玩五 v 五哎，经典的。你等下想玩五 v 五吗？还要再打一局吗？我等你下好了，我想要再打一局单中。好啊！啊哦，我错了！我。拜拜。QQ。Oh, 我会了，那有一个移动的键哦。什么意思？开着一技能的话。二技能会变成移动位移，哦、然后关着的话，它就是拜拜急走，拜拜。我们可以下播慢慢玩，对，解控换解控，好，他叫我换解控，好，谁叫你换解控？我的粉丝叫我换解控，好，我们要输了，好，有歌德尔可以被虐。啊！对不起，你冰箱啊，还是不是他？他在这里打我。哦。嗯哦。你等一下结束再跟我说，然后我来再打一局单中。好。拜拜。拜拜。好了。拜拜。关。Hello， 我们可以一直玩，不要关播。嗯，这样你们会不会很开心？我打游戏，因为我打游戏就会开很久，是吗？不是这样子的吧？哎呀呀，不会玩这个东西。为什么有人来加我好友？这是谁呀？不认识。先说解控对吧？好吗？哦，不会玩，没关系。哈哈，被发现了，
是这样子的吧？能看小宝就是幸福，是吗？我们打游戏怎么样？可以开图旗是什么？图旗是什么？越开越开心。可是我们再打下去就要11点了。虽然明天不用早起，但是怎么样？给你们选，要再打一局吗？等一下，我打游戏好看吗？是不是有点无聊？会吗？图旗是个哦，我们好像只能用这个模式，就是这个模式，不是这个模式。现在其实看不懂，对吧？要看得懂的人才知道，才会有兴趣。是不是一键丢草就可以这样，哦，是这样子的。对，好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不喜欢玩水鸡蛋冲水。我还是玩其他的就好了。你都在看脸，我刚刚有一个时候这样子，这样子打，这样子，什么姿势？发呆了一小时半 ，sorry。恐怖游戏。又要玩恐怖游戏吗？可以不要吗？我现在睡觉没有小夜灯，可以不要吗？刚刚张美玲太安静了，不是平常的她，她平常一直小朋友小朋友赶快进去那种比较好笑，是不是要看现场版《恶灵古堡》什么东西？也可以用好。看不懂，好了，我们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下次再玩，有机会再玩。礼拜天要干嘛？礼拜天想干嘛？礼拜天做菜吗？煮东西吃吗？因为两碗体重水可以煮东西吃。太安静不好，安静不是很好吗？嗯。他要讲话比较好笑，他要一直讲话比较好笑，他讲话很好笑。旁边，你给我好说话。玩射击游戏还不吵死，对，可以玩吃鸡呢。可是我现在吃鸡很烂，还是算了。一样上班到9点，好啊。哇、wow, ！我今天多开好多时间呢。快点去玩玲玲的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好好笑。我先把电脑收起来啊。直接盖是可以的吗？应该不是。手上是什么章？我今天去宠物展盖的章。礼拜日还要玩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嗨，大姐，你也知道开太久，我知道开太久，玩太久。啊，看到我的坐姿很丑。狂野的部分就会展现出来。不会，我玩射击游戏蛮无聊，我玩射击游戏都躲在角落，知道吗？蹲厕所那种，我都躺分，是这样讲吗？不是，叫什么？龟不是这个词，有一个词叫什么？算了，我都龟在厕所里就对了，好吗？对，今天是熊猫袜，不要看我的袜子。不用遮吧，让大家看你的桌子，要遮一下，要装一些淑女。你来看我的熊猫袜吧，熊猫袜。贵一点，埋伏，忘记了，忘记怎么说，
开太久，不是，对，是玩太久，玩太多局了啊。对，不是伏地魔，开车跑来跑去很容易被杀死的，我都就是找一个没有人的角落，然后躲在那里，然后等刷圈，然后再走到下一个角落。哦，所以说不定我应该玩吃鸡，这样我就比较多时间跟你们聊天，是吗？我们找一天来玩吃鸡。你们大家都，你们很烦耶，哪有臭啊，最好吃，最好吃，很香好不好？很香啦，很香啦，很香啦，真的。你们会玩吃鸡吗？如果玩吃鸡会比较多人看吗？传说跟吃鸡选一个。截图时间，好吧，吃鸡哦，看来要发，哎，怎么都要发呆？玩过的都，对，荧幕快腐烂了，哎，你太夸张，脚底都，它本来就是黑的，好不好？干什么东西？突然的截图。两个都要，两个都要，真的。吃鸡略懂，传说也略懂，你哪有略懂？你很厉害，好不好？不太玩手游啊，那你传说跟吃鸡选一个。吃鸡好，吃鸡感觉比较多人，对不对？一手吃鸡，一手传说是什么东西？不行，玩完吃鸡玩传说会觉得传说的角色走路很慢，知道吗？他们走路很慢。袜子是熊猫团，对，没错。人家结袜子，不要给你结袜，我干嘛给你结袜子啊？是48张，好看啊？不是这样吧？不是这样子的吧？吃鱼鳞哈，我又不是鸡，那只能传说刚下载。你也下载吃鸡啊？刚好48，怎么了？对，好慢，对，很慢，对。啊，吃鸡跟传说，下次来有，找一天再来打打看吃鸡，等我练一下，先等我回归一下，然后找一天来玩玩。这个方法是可行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可以来试试。等我把手感先练回来，然后再开直播，不然我会害羞，像今天一样烂爆了。好嘞，好嘞。哪里有卖剑熊袜子？请问可以推荐给我？你不是喜欢小妞妞吗？当剑熊袜子可以跟小妞妞说爱。女网友害的，哇哦，酷哦。用女音玩呢、哦？等你什么东西？肯德基？我忘记了，因为这台不能这样子念吧？你们等我。哎呦，开了我自己动。是你的手机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好了，有啊，他们有啊。那为什么？啊，有了。嗨。等一下，把这个拉紧一点点。OK。我们来念吧。这个在干嘛呀？你要用这个念吗？要。OK 了，好。我刚才念得很开心，我已经差不多快念完了。怎么念？贡献榜啊、哦。
然后日本，有，好来，从头开始，我知道啦。第16名是小明，谢小明。15名是板兔，谢板兔。14名是周康宁，谢谢周康宁。卡卡的，为什么卡卡的？13名是天佑，谢天佑。12名是燕子，谢谢燕子。11名是柠檬，谢谢柠檬。第10名是妮娜，谢谢妮娜。第9名是落日小小，谢谢落日小小。第8名是夜空 sky， 谢谢夜空 sky。 第7名是小蓝，谢谢小蓝。第6名是星银，谢谢星银。第5名是 sparky， 谢谢 sparky。 第4名是黑流星，谢谢黑流星。第3名是 Jack， 谢谢 Jack。 第2名是点，谢谢点。第1名是秀贤，谢谢秀贤。嘿嘿，好了，结束，谢谢你们。等一下，你重开，然后有没有人没有进来的？这样勾会断掉哦。大家都来了吗？杰克呢？杰克呢？请召唤你的亲朋好友，再进来一下下，一下下就好了。谢谢你们今天看我打游戏，希望你们喜欢我打游戏。什么鬼？20分钟内不会断哦，好，那拜拜。哦，是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不是。哦，你问问好。哦，没开满20分钟不算。好好好，拜拜，拜拜大家，谢谢你们，拜。